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？杨玄感叛变。这个杨昭呢，输了棋之后呢，吐血之后呢，然后这小三呐、啊，的确很毒。果然有孔的地方全部都开始飙血，连毛细孔都不放过，拿面纸来塞都塞不住。不久之后，杨昭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了。杨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吓出一身冷汗呐、啊，突然两眼发白，腿一蹬，眼一瞪，手一直中风了，直挺挺的倒下去。他嘴里还不停的说：“来救护车，来救护车，来救护车。”那时候哪有救护车啊？只好让他的儿子杨玄感帮他看病。杨玄感虽然上过一些医学院，但是他的医学常识并不高，所以一下子之后，杨素就死了。身为主治医生的杨玄感啊，非常痛恨杨广。杨广啊，并不记恨他，但是杨玄感已经恨上杨广了。当隋炀帝第二次攻击高丽的时候，杨玄感刚好担任后勤司令。杨玄感问他的手下李密，这个李密也是一个名人，最后被李渊的手下杀死。他就问李密嘛，李将军，请问我们要怎么反叛呢？要不要弄一个鱼像那陈胜吴广一样，说什么说那个玄感王，不是说大周星玄感王怎么样？点点点点点，李密的头上突然出现三条线，眼睛里面冒出火花。他对杨玄感说：“杨将军，这个台词都这么过时了，你当我是吴广啊？”那你说要怎么办吧？其实现在啊，大家已经很不配合杨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自动反叛，不需要弄什么装模作样的事情了。哦，还是你聪明啊，李将军。哎，过奖。之后啊，这李密呢，就给杨玄感出了三个策略。上策，攻击这个后边，攻击幽州，断了这个杨广的后路。这样的话，粮食我们都得到了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没有饭吃，活活饿死也说不定哦。中策呢，攻击帝都长安，但是杨广会回师，胜算不太大，但是我们有天然屏障潼关可以防守。那下策呢，攻击洛阳，如果杨广回军的话，那么我们去攻击洛阳的部队啊，将会全军覆没。我选择下策。杨玄感说：“哈，你出此下策，难道对得起你父亲杨素吗？”李密想要用激将法来激那个激杨玄感来改变主意，没想到杨玄感竟然说：“这是我的营帐，我要怎么做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我自己来决定就好了嘛。”好吧，那你就去自己攻你的洛阳城好了，拜拜。说完，李密拂袖而去了。回到自己的馆驿，翻来覆去，越来越想吐。他想，
杨玄感这样的君主其实并不是我想要服侍的。这李密呢，想来想去还是跟着杨玄感好了，但是不要为杨玄感出谋划策了。就算如此，李密还是谋士哦。杨玄感直接去攻击洛阳，但是洛阳的城墙啊，简直可以用铜墙铁壁来形容，根本攻不下来。杨玄感气死了，他说：“好，我就去攻击长安。”当西晋经过弘农的时候，弘农的守军开始对杨玄感的军队吐口水，然后呢，吐口水、射箭，然后还丢石头、放屁。接下来啊，做的事情越来越变态，惨绝人寰了。杨玄感真的是忍不住了，下令部队开始攻击弘农城。没想到这时候，轰的一声，杨玄感真韩的300,000大军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。杨玄感说：“这是科幻电影还是一？这到底是科幻电影还是3D 立体影像啊？”杨广意气风发的坐在他的指挥车上面，他说：“都不是，这是真实的。”他下令300,000部队开始攻击弘农城的首都，也一起攻击杨玄感的部队。杨玄感和李密就这样子失散了。李密到了现今的魏国，自力更生，当了魏王。至于杨玄感就比较惨，他只有他的弟弟杨基善去跟他。杨玄感说：“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想要死在随军手里。”杨基善就说：“我不忍心一刀杀了你，我宁愿让你失血过多而死，也不想要让你毙命。”杨玄感说：“哇，你比随军还要可恶啊！”但是呢，这时候他就说：“杨基善就说：“既然你想一刀毙命的话，我就让随军过来。不，还是你杀我吧。”杨基善一刀插在大腿上，一刀插在耳朵上，一刀插在手肘上，最后杨玄感终于流血流死了。隋朝的统治到底最后会怎样呢？请见下回分晓。